我去给你们找吃的。三哥，没事的，我晕了两天，一点都不饿，精神得很。慢点，三哥。不行，扶住了。 早点回来！哎呦，起来我躺会儿。哎呦，我这嗓子……这群无赖，简直不知道怕字怎么写。你要狠就要狠到底。不，不，不是，按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，宗亲们不会坐视不管。我建议把他们都赶出去。 重新换一批家丁，玉若，你看如何？不许挑食！真不是我挑食，你这两天天天在工坊，你不知道家里的饭越来越难吃了。挑食还这么多理由？四叔，这事儿你别担心，我觉得我。 有打算。哎，三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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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饭呀，三哥。 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的心够静，就不会饿。不就两天没有吃饭吗？不饿，真的不饿。三哥，我的心不够静，我肚子在叫。不是你肚子在叫，是你内心的软弱在咆哮。哎呀，啊啊！ 你看萧峰就很近啊，萧峰好啊，心进入止水啊。哎，萧峰，你在吃什么？三哥，你饿疯了吧？那是石灯哎。那萧峰呢？我在你嘴里。哦哦哦哦，三哥。 我的手不是猪蹄了，要不然我早就吃光了。再强调一次，我一点儿都不饿。我饿。什么味道？浓烈！ 老爷，赏你们的肉包子！哇，可哥们儿，这块肉佛块味！记住，大小姐断你们粮的时候是四老爷赏给你们吃的。嗯，四老爷谁呀？大侄子是平帮子。所以你们将罢工坚持下去，有四老爷给你们撑腰。老爷这是有粮资的。 别招了，别招了！快点！什么呀？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！慢点！等等等等等等！慢点！啊！招聘家丁的告示啊！啊！前一阵不是才招过吗？怎么还招啊？就是啊！难道大小姐要炒掉我们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。 我不能被抄！小翠她娘的脚气病，需要钱医治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能没有工作，我娘还在我等着我进行怀孕。果然不出你所料，等他们闹了反，捅出大娄子，宗亲们一定不会饶过大小姐的。到时候自说自然。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哎，别慌，别慌，大家都别慌。
大小姐如此不仁不义，我们不如闹到布方那儿去，拼一个鱼死网破。